深圳豪宅变劏房，35个人蜗居共处一室。呢、这个市值600万人仔嘅单位，位处深圳南山中心区，闲闲地2000几尺，一齐嚟睇下呢个示范单位啦。乜豪宅变成劏房嘅？呢、这个单位劏咗10间房，35个人逼埋一齐住。呢间最大嘅10人房放咗5张碌架床，住咗6个女仔。包租公就唔俾租客煮食，几个女仔就偷偷地用电饭煲，又唔俾用耗电量高嘅 notebook。包租公突击查房，佢哋即刻扮瞓觉，想租呢个豪宅劏房，每个床位月租成为750蚊人仔啦。